好，那要开始了。109次例会，在这边我要宣布，还有10月份理事会会议开始。好，鸣钟。40，我要吃什么吃？这个礼拜是非常忙乱的。我在这边宣布一个好消息啊，就是。哇，他下个礼拜我们实体例会说要受证，那在这边呢就恭喜他加入我们的家庭。谢谢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热烈欢迎啊，欢迎了，欢迎啊。对，那以后要叫他浮花，叫他 fish 都可以哦。他的 nickname 叫我 fish， 我会记得的。好，好 fish 啊，那就请大家多多照顾跟指教。就一家人就是兄弟姐妹嘛，然后互相照应。嗯，谢谢。好，那今天至此先到这边，下一页。我把它弄坏了。好，无人歌唱。为什么找不到？不然你是先唱这个吗？Brian， 哈喽 Brian， 这是什么意思 ？Brian， 这边 ，Brian， 好像有在放音乐，有吗？有吗？没听到啊。但是你看右下角那个手有在那个按，要按那个，还是我们自己唱？你看他点开，连喇叭声音没开的。喂。今天有人录影吗？我有录影，谁要做录影备份？上次实体例会就说音乐好长哦，警报声。
哟。阿波拉跟 Joseph 结婚纪念日。哇，恭喜 Joseph！ 我看一下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哇！把那大家开机感给秀出来。请嫂子一起来听一下吧。哦，他在边界矿区啊。哦，有那么远哦。是啊。可以放在录音档给我看。对啊，我会剪接给他看。模式中不显示我的事，这是举手。哎，那个秘书报告 ，Kevin 可以吗 ？Kevin， 设务时间。Fish， 你讲的话我们都会听得到。啊，真的？对。没关系。有个麦克风啊，可以选择关。我开，等到你要讲，再换你讲话的时候，再把它打开就可以。麦克风，有个麦克风的按钮吧，按下去就会听。它Fish现在是用电脑、notebook 还是平板？用手机。手机啊。有，刚才有跟他示范过了。耶，赞赞赞。那个还是联系主持人权利也可以给我，可以控制一下。那邱师傅在邱师傅那边。哦，好 ，Kevin 在吗？方便吗？方便报告吗？哎，歌唱时间已经过了。唱完了吗？Kevin 不方便，那没关系，我来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、好，麻烦了。很久没报了，来，那我来代替。哎，这个是不是第二件事情？还是这件是第一件？我这边看到是 Right 来二筹。啊 ，OK， 好。那现在由我向代替 Kevin 秘书长做秘书报告。首先是 Rila 二筹加分区社密会。Rila 二筹这个参加人员有我们社长 David、 秘书长 Kevin 跟那个 AG Billy 跟我们 Morris， 然后时间在10月25号星期四啊，就是明天下午的6点到7点啊，地点在彩蝶宴的餐厅、啊、忠孝东路五段297号四楼，捷运永春站一号出口，分区社密会、啊、晚上七点到九点，然后、哦、所以就是在社密会之前、啊、就办这个二筹，那开完之后就接着做分区的社密会，参加人员有我们社长 David 跟秘书长 Kevin 还有 DHG Billy。 好，下一页。那第160次例会啊，我就是在下周实体加视讯的部分了、啊。时间是10月31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到9点10分，地点在汉族学院，台北市复兴北路99号14楼。主讲人是邱玉勋医师，他是星光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啊。专题讲座是客制化的鼻子的整形，那当晚有拍卖的活动、啊、由 Morris 主持。这样，好，下一页。出席报告，我要继续吗？还是换人？喂，就继续好了。好，那接着继续这个出席报告。然后上周10月3号出席报告，设有14人，出席8人，缺席补出席4人，请假1人。哦，我们这次的出席率 92.31%。
我先来个吹一下，鼓励鼓励，太棒了太棒了，一下就是一下啊。那纠察报告再由接由我们 Morris 接棒，谢谢，报告完毕。还没有 IOU 的，还没有啊，现在还没有 IOU。IOU 的话，现在大家赶快来留言哦，留言冲一下，冲一下。IOU 就是欢喜金。手机 要在，我比较少用手机上了，手机要在。要在写是不是比较不好写？那边不会啊，不会，刚才有教过。哦、，OK OK， 啊，可是福华还没有入社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必须还没有，还没入社啊？对啊，那所以他就不是这个受限一百的范围，欢迎 IOU 一千的。你好，先教他一下哦。我必须啊，不介意啊，开玩笑。必须还记得我上次有提过 I O U 的含义啊。Hello， 有听到吗？有。Hello， 有听到吗？研究当中。对。啊，莫律师一百啊，莫律师你简讯按到对我的私聊了。所以要发给所有人，我帮你，帮我传一下，帮我传一下。OK OK， 我帮你贴出来。什么不见了？好，看到了 ，Morris 一百。Morris， 关掉。啊 ，Kevin 可能在忙。好吧，那就先这样。等一下其他室友开理事会的时候有上线的时候再让他们转。OK， 那这边我们云中宣布例会。